原野是多么的逍遥。我已经熟了。粉红色你喜欢？你们三个能快点吗？被骂了，被骂。他们请人家来吃饭，一点准备都没有。每个人做一次番茄炒蛋，等你评一评。没事吧？不行了。老公，那点好吃的不给我啊？惊喜的现身了我。这个是黑椒吗？来帮忙，帮忙啊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哎呀，好黏啊！哇，起火了！我还是先撤吧。医院是在附近还是哪里啊？